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易烊千玺工作室力荐赵丽颖新片，默契关系点燃合作火花。娱乐圈掀起风波，易烊千玺工作室包场赵丽颖主演的新电影《第二十条》成为焦点。这次包场不仅是商业合作，更是友情的延续。两位艺人的默契与合作，让这场包场行为蕴含着更多的故事。这场友情的深化源自千玺与赵丽颖长久以来的深厚关系，这不仅在平时的互动中有所体现，更在多次影视作品的合作中得到了升华。两位艺人的默契与合作，让这次易烊千玺工作室包场赵丽颖主演的《第二十条》显得更为特殊。千玺与赵丽颖之间的合作并非始于此次包场，两位艺人早在之前就有过多次的合作，不仅是商业上的合作，更是在事业上互相支持。这样的默契不仅让两位艺人在工作中更加融洽，也在观众中建立了深厚的好感。这次易烊千玺工作室包场的电影由张艺谋执导，进一步凸显了千玺与张导演之间深厚的合作关系。在去年春节档的《满江红》中，千玺与张导演携手合作，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次再度包场，无疑是对张导演才华的再次认可。电影是一门艺术，是导演和演员们对生命的表达。进入电影院，我们期待的不仅是明星的包场和互动，更是一场对生活和情感的深度思考。让我们以更宽广的视野去品味这个艺术殿堂。在这个炙热的娱乐圈，让我们更多的关注电影的内涵和深度，支持那些用心创作的导演和演员。千玺与赵丽颖的友情，易烊千玺工作室包场的举动，都是对艺术的热爱和对创作团队的认可。愿《第二十条》能够在大荧幕上绽放光芒，成为2024年的一部佳作。让我们一同享受电影的魅力，品味其中的情感和力量。这场易烊千玺工作室包场的电影风波，实际上是千玺与赵丽颖之间合作历程的延续。早在之前，两位艺人就有过多次的合作，不仅是商业上的默契，更是在事业上互相支持。这样深厚的关系，让两位艺人的合作不再仅仅是一场商业行为，更是一种默契的升华。这场包场行为中，张艺谋导演的加盟更为这次合作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去年春节档的《满江红》中，千玺与张导演的成功合作早已在观众心中埋下了深深的期待。这次再度包场，无疑是对张导演才华的再次认可，也让观众对电影的质量充满期待。观众更应该将目光聚焦于电影本身。第二十条的故事背景和剧情是否足够引人入胜？导演如何通过影片表达独特的观点？这些问题才是观众真正关心的焦点。电影是一门艺术，是导演和演员们对生命的表达，而不仅仅是明星包场和互动的舞台。电影院里，观众期待的是一场对生活和情感的深度思考。让我们以更宽广的视野去品味这个艺术殿堂，更多的关注电影的内涵和深度。在这个炙热的娱乐圈，支持那些用心创作的导演和演员是至关重要的。千玺与赵丽颖的友情，易烊千玺工作室包场的举动，都是对艺术的热爱和对创作团队的认可。愿《第二十条》能够在大荧幕上绽放光芒，成为2024年的一部佳作。让我们一同享受电影的魅力，品味其中的情感和力量。在这个娱乐的舞台上，支持艺术，珍惜友情。易烊千玺工作室力荐赵丽颖的新电影，不仅让人对这部作品充满了期待，也展现了两位明星之间默契的关系，引燃了合作的火花。易烊千玺工作室对赵丽颖新电影的力荐，无疑是对赵丽颖演技的高度认可和信任。作为一位备受瞩目的新生代演员，赵丽颖凭借其出色的演技和专业素养，在影视界获得了广泛好评和认可。易烊千玺工作室的力荐，不仅是对赵丽颖个人的肯定，也是对她在演艺道路上的辛勤付出和不懈努力的认可，让人不禁对这部新电影充满了期待。
易烊千玺和赵丽颖之间的默契关系也引发了观众的热议。两位明星都是当下备受瞩目的偶像艺人，他们之间的默契和合作也让人们看到了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和互相支持。在娱乐圈中，能够建立起这样一种默契关系并不容易，它不仅需要双方的努力和理解，更需要彼此之间的信任和默契。而易烊千玺工作室力荐赵丽颖的新电影，也是对两人之间默契关系的肯定和展现。对于观众来说，易烊千玺工作室力荐赵丽颖新电影，不仅是对这部作品的一种推荐，更是对两位明星之间默契友谊的一种见证。作为粉丝，我们也应该学习和欣赏明星之间的友谊和合作精神，相信他们的默契关系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表演。同时，也期待这部新电影能够取得成功，为观众带来更多惊喜和感动。因此，我们应该秉持着理性和善意的态度，欣赏和支持明星们的合作和努力，相信他们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表演，也祝愿这部新电影能够取得成功，为观众带来更多欢乐和感动。王一博送上新春祝福，展现温暖龙年情怀。优质作者榜在龙年新春来临之际，中国内地男演员歌手王一博向大家送上了诚挚的祝福。在他的祝福中，喜气洋洋，蕴含着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和祝愿。王一博是一位备受喜爱的年轻艺人，他以出色的表演和深情的歌声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和支持。作为一个备受瞩目的偶像，他在演艺道路上不断努力，不断进取，展现出了出色的演技和专业素养。在这个特别的时刻，王一博通过社交媒体向大家送上了新春祝福。他祝愿大家天天开心，事业蒸蒸日上，一起开启2024年的好运。这样简洁而温暖的祝福，不仅表达了他对粉丝们的关怀和祝福，也展现了他乐观向上的心态和对未来的美好期许。新春佳节，喜庆祥和。王一博的祝福不仅是对个人的美好愿景，更是对整个社会的美好期许。在新的一年里，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珍惜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努力拼搏，追求梦想，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王一博的祝福如同一缕暖阳，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房。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携手共进，共同书写属于我们的精彩篇章。让我们以乐观的心态，坚定的信念，迎接新的挑战，创造新的辉煌。在新春佳节来临之际，王一博向大家送上了诚挚的祝福，展现了他温暖的龙年情怀，令人感到十分温暖。王一博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喜爱的偶像艺人，不仅凭借其出色的演技和舞台表现赢得了众多粉丝的喜爱，更以其温暖真诚的个性赢得了无数人的心。在这个特殊的时刻，王一博用自己的行动向大家传递了温暖和关怀，展现了他对粉丝的深厚情感和祝福。王一博的新春祝福不仅体现了他对粉丝的关心和关爱，更展现了他作为公众人物的责任感和担当。在这个特殊的时刻，王一博选择用自己的声音和行动为大家送上祝福，传递正能量，鼓舞人心，为大家带来了温暖和希望。对于粉丝来说，王一博的新春祝福无疑是一份珍贵的礼物，是他对粉丝的深情厚谊和真诚祝福的表达。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也希望王一博能够继续保持自己的热情和努力，取得更多的成就和进步，为观众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和表演。最后，让我们共同祝愿王一博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工作顺利，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希望他能够继续展现出自己的魅力和实力，成为更加耀眼的明星。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